啊，你身边一定有很多保镖，想要接近你，除非是你自愿。我今天是来…… <音>你这么聪明真是可惜。就算你有大炮，这辈子你也杀不了我。所以我放了个眼镜在里面，里面的三埃毒气大概可以让四分之一地铁站的人毒死吧。<音>